肯定能播，你放心。合适的场合，合适的穿着，可以。这是这项运动的风俗，就跟游泳比赛一样。而且这期爆了，像拳王出场一样，咱们得跟着后面。跟着他。小尼，为什么我？怎么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为什么不这个样子？对对对，哎，那个动作啊，那个动作，那个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啊。哦，跑到中间才开始这样，先跑。还想吃点什么？还想吃点什么？喝点什么？照顾好爸妈。我照顾好我的经纪人。我跟爸妈想说点什么，我转给他。我爱他们。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眼神，准备好了吗？去吧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。可以啊。你找什么呢，小尼？小尼，哎，那个有点像猩猩。他挑衅。你挑衅别人干嘛？这是天王。你的对手在这儿，你挑衅别人干嘛？现在开始吗？小尼，这是天王。不要怕他。加油！发挥你的灵活优势，他还是学会了你的精华。哎，这种算犯规了吧？这个不叫博客，这叫老鹰捉小鸡。你也是吃牛羊肉长大的，上！小尼，回到舞台，回到中间来，回到中间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得想点办法帮帮他。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对自己的对手说：“你往后。”小尼，扳他的腿。自己不了了，你抓哪？你抓哪？不知所措。小尼，扳他的腿。脚底下下。会做节目。脚底下勾啊。腿。腰用劲，屁股。小尼突然动弹不得。激动的震动模式。刚才只是试了一下啊，现在正式开始。刚才是热身，不算。刚才那个躲到后边那个小孩出来，小尼忍了你很久了，那个、小孩对，就是你。对，不是，你表情有点太凶了，就那个害羞的那个小孩，特别不自信的那个。哎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这可以吧？这个可以。来，别手下留情啊！稍微轻一点，千万别背摔啊！小心一点。小尼，他2008年的，我88年的。赛什么卖弄？你这会儿赛啥？你这会儿赛什么卖弄？这会儿要比赛了，你赛什么卖弄？你能不能不要拽我们拽倒？你摔一下，我们也继续。好，来，小妮，听听人家讲，他有一些技巧，你要想不那么容易被摔倒，重心放低一点，然后抓住他，别松手，别轻易松手，抓哪是哪。行，好，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，抓住了，对。别松手！小尼，小心他的头啊！他顶着你，是不是要给重力了？你要把他往下面摔！你要把他往下面摔！快点！我没看出来这是故意的，前途无量啊！小伙子，星光大道总冠军就是你了。小伙子，我就送你三个字，太假了。大哥特别温柔的说，让他配合你一下。好，你要配合我。对，不要太明显。你想上星光大道吗？你说这个没用，你不想上今日说法吧？接下来是为你自己的能力证明，好不好？60%的劲儿吧。加油。嘿，别使出全力，60%。防御。我跟你说，小尼劲儿很大的，用腰周一下。
觉得他不知道技巧。哎、你转身，转身，小宁，小宁可以。他腿有防御了。小宁，你小心你的底盘。底盘。小宁挂倒档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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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宁白，小宁白裤子要掉了。好、啊。应该是小尼先摔倒，肯定对吧？那是。现在1-1战平，然后我们节目就到这儿。预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分解。